太有点，太阳暴晒了，我已经挑了最好的了。拍张照吗？这个因为你穿了黑白色，所有做了一个黑白色。啊，谢谢。海玲，让海玲有点尴尬哈。我们俩住在一个小院里面。哦。哦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应该准备了一束花，他原本应该就准备它，因为他不知道有新嘉宾。哦。就可以理解，但是就不能应变一下吗？海玲说啊，然后把桌子一下掀。<笑><笑> 哦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花啊？这个是杨哥做的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送给，<笑>我自己做的，自己送喽。他说送给纯纯，他没有回复，那就不是送给纯纯的，肯定不是送给他，送给 Cindy。 哈喽，哈喽，哇，今天这一身很好看的。哇，这么美，好漂亮啊！布灵布灵，哈喽，我往哪儿坐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嗯，怎么办？ 他就，你主动点，琳琳应该就直接说坐这里。他肯定会选择。那对他肯定不会选可惜。我就不凑你们的热闹了。<笑>随便坐。谢谢。Hello Hello， 我是新来的。你好你好你好。琳琳，今天。 好搭，穿的我也有这样想。对，今天颜色好配啊。是，琳琳好害羞。对他们俩颜色好搭呀。呵呵呵，补得好。这个送给你了，因为这个是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做了。太有点太阳暴晒了，我已经挑了最好的了。 拍张照，这个可以藏起来，因为我的字实在是，就像一阵夏天的风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完了 ，Cindy 又住在跟可心在一起，那我们没法上分了。怎么办啊，小曾？不知道，我们去掰一下。对，我们现在让他们给我起来。给我起来。